其实一辈子很长，堆积快乐，减去忧伤。思念太远，梦想太长，我只愿今生在你的身旁。哎，就你自个儿在呀？啊，照片洗好了吗？洗好了。哟，你这脸色咋这么难看呢？病了？不，可能是没休息好。我取照片去。你等着等着。哎呀，这么脏啊！哎，这家里没个女人呢。就是不行。刘主任啊，这照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，怎么能让你干呢？你就别跟我客气了。哎呀，苏师傅，你这一不舒服啊，这光明照相馆啊，就跟你这人似的，没精打采的。哎呀，别提了，最近家里的事儿太多，没心思了。是因为海生工作的事儿吧？春燕都跟我说了，不光海生的事儿，这小春天也病了，这一个大人一个小孩，弄得我是焦头烂额呀。你说这海生也是的，平时看着挺机灵的，关键时刻净干傻事儿。他那是瞎机灵，你看最近跟人科长杠上了。这俩人以前关系不错，一个车间一个宿舍，结果人当科长了吧？这海生心里不平衡，哎呀，再加上前段时间那个车祸的事儿，反正这孩子呀就是个爱面子的主。要我说，你这老丈人当的也不容易，你得操多少心呢？是啊，我这不正在琢磨，想见见他们的领导吗？行啊，去呀。我不认识啊。再说了，你说我这一老丈杆子出面说这事儿合适吗？这事儿啊，我帮你办。你认识领导啊？领导我不认识，但我跟他太太熟啊。哦，对呀，枕边风啊。你才知道啊。听说是一个外地的男知青，他想返城，林场的书记没有同意，这小子就喝酒，然后躺在林场的草垛子上边抽烟，一下子把草垛子给点着了。那场火烧了一天一夜，烧了不少林子不说，还烧死了人。Hey.
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光明照相馆，咱们县最老的也是最好的照相馆。我知道，这位就是苏经理。苏经理的照相手艺啊，那是祖传的。咱们县委那些照片啊，全找苏经理洗。技术我就不用跟你多说了吧。过奖过奖。这位是苏师傅，王凤霞同志。凤霞可是咱们县的县花，原来是部队文工团的台柱子。苏师傅，你可得好好发挥发挥。刘主任，你怎么竟拿我开玩笑呀？我都这把年纪了，还什么花不花的呀？苏师傅，只不过这刘主任在我面前夸您的照相技术好，那可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一般一般，我呢主要是可能照的时间比较长而已。您有什么要求吗？我说不说？哎呀，你就直说嘛，又不是外人。苏师傅，不怕您笑话我啊？就像刚才刘主任说的，我以前呢是干舞蹈工作的，现在呢，随着年纪啊一天比一天大，这个身材呢也就一天比一天差了，所以我就想趁着还能将就看看的时候，把以前那些啊不穿的衣服啊都捡起来穿穿，拍个照片，留个纪念。这个呀，也是我多年的心愿呢。不知道我这个忙，苏师傅能不能帮帮啊？没问题呀，留住人间美好的瞬间，这是我的职业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照片实在是太好了。不是，您这模特好啊，改日我给你洗好了送回去好吗？好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哎，慢走啊。哎，别送了啊。哎，看见个漂亮小媳妇儿把你忙到的，美了吧，乐了吧，鼻涕泡都出来了吧，嘴都合不拢了吧？海生的事儿你说了吗？呀，我忘了。啥叫得意忘形？这就叫得意忘形。你这个死丫头，我和你爸都白忙活了。你乐的，不白忙活了，这不还照了照片吗？给他照照片是为了让你爸给他叨咕叨咕你姐夫的事儿。你爸倒好，又一张接一张拍，那叫起劲呢。你姐夫的事儿全抛到脑后去了。哎呀，害得我白白搭进去了一天。你说你爸这个人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你看这照片也没白照啊。怎么没白照啊？这照片照了要洗吧，洗完了得给人送过去。你说万一这照的好，他还得来找我爸照，是不是？这一来二去，关系不就迈进一步了吗？什么叫关系啊？你关心着我，我关心着你，你联系着我，我联系着你。您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问题？说的没问题，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思想是大有问题啊。哎呦，我亲爱的领导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？真是，别给我来那条上纲上线的啊！我们这叫做公共关系。哎，在大学里面那是一门课，都印着教材的。
再说了，咱帮吴海生收拾这烂摊子，光有这些关系还不够呢。这还不够？当然不够了。这照照片、洗照片算什么关系？普通的工作关系吗？哟，那你还想怎么着啊？我想要更加深入的那种关系。怎么个深入法呢？我呀，想要知道一些秘密。秘密？别劝我回去啊！我一个人在这挺好的。是，我也觉得你挺好的。看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，你看我，我都瘦了。少在这跟我装可怜。哪是跟你装可怜呀？你看咱家啊，仨男的，就我一女的，这水深火热的。你做姐姐的咋不上来救救我呢？真是的。说吧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姐，你帮我查一个人的病历呗。查谁呀？王凤霞。王凤霞？哎，就是吴海生单位科长他老婆。不是，你查他单位科长的老婆干嘛呀？那当然是帮吴海生做工作了。哎，你做什么工作也不用绕这么大弯啊。不绕弯不行。那康庄大道都被你们家吴海生自己给堵死了，我这小姨子只能曲线救国了。嗯，查的什么呀？他3年前在你们这儿留过一孩子。哟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你就别管了啊，你赶紧去给我查，后面的事呢全我来办啊。哎呦，春燕，这我可不能查啊，这是违反单位制度的，反正我不能查。宋科长，刘主任啊，怎么就你一人在家？凤霞呢？哦，那个她回娘家去了。哦，哎，这位是海生的岳父苏师傅吧？对呀，他就是给凤霞来送相册来了。是是是是。哦，嗨。这么点小事还让你们亲自跑一趟？哎，别客气了，快坐快坐，我给你们切西瓜去啊！哟，坐坐坐，别忙活了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你怎么孩子也给带来了？人两口子没孩子，你不往心尖上戳吗？哎呀，这是春儿让我带的呀。他说他们两口子喜欢孩子，孩子不是感情交流的纽带吗？净整些幺蛾子，真是的。那这是什么呀？奶嘛，这光谷嘛。来，吃西瓜啊！还让你忙活了。没事没事。等，相册。我看看。您看看。哎呦，这封面写的真好，青春万岁啊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，苏师傅？您还别说，您把我爱人拍的跟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哎呦嘛，咱们先数一数二。那个家里有开水吗？孩子饿了，我想给他。哦，我来，在那。哎，别介意哈，你这出来呀，家里没人看孩子。这苏师傅啊，是既当爹又当妈，工作的时候都得带着孩子，你看是不容易哈。苏师傅，这是您的孩子。哎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叫春天。春天呀，好名字。哎，不瞒你们说呀，我跟我爱人啊，以前有过一个孩子，可惜没保住。从那以后，就不敢再想孩子的事儿了。哟，那要不这样吧。您呐，就认春天当个干女儿，多好啊！你跟这孩子同源，合适吗？合适吗？哎，好，趁热打铁，一家子到照相馆去照张全家福，把凤霞给叫回来。那您好。来看这里啊，我调好了。自动拍5秒，来啦！
这回我说的没错吧？呀，你别说，这刘主任也没想到，科长这两口子怎么这么喜欢孩子啊？直接把小春天认成干女儿了。我呢，从侧面调查了一下王凤霞的情况。她虽然留过产呀，但是不影响生育。两人这把年纪了还没有生孩子，一定是心理问题。那国外的杂志上早就说过有心理医生了。我们家春天这么小，没想到呀，还当了他们俩心理医生呢。你别在这瞎白活啊！我哪是瞎白活呀，这是科学。我敢说，他俩在生孩子之前呀，是绝对离不开咱们春天。你信不？苏师傅。哦，哎呀，孙科长。哎，二闺女啊，这就是孙科长，你姐夫的领导。哦。哎呀，啥领导不领导的？那个，我姓孙。孙大哥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苏师傅，春天呢？哎，这不在这儿吗？哎呦，睡着了。嗯，春天，哎，行了，干爹来看你来了，啊，爸，哎，春天该换尿布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啊，科长是我请来的客人。这房子打你结婚到现在没变样啊，啊，有四五年了吧？你说你大白天的躺在床上像没面子啊？媳妇是不是让你气跑了？我说你知道了还说呀？饭碗都丢了，你让媳妇儿跟着我喝西北风啊？啊，嗯，哎。你想喝点什么呀？你这儿除了酒，还能有啥别的呀？啊！我这儿啊，我这儿也没什么太多好的东西，那就这二锅头，将就喝吧。那就他吧，道上啊。哎，我说，你来找我，肯定不是为了这事儿来的吧？想得美，你以为我冲你来的呀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是冲着你岳父，冲着刘主任，冲着你小姨子，冲着你们一家子良苦用心来的。你说你个吴海生，啊，这么多人啊，千方百计、绞尽脑汁的帮你想辙，你怎么就不上道呢？啊，你但凡工作上上心，少给我捅点娄子。咱们俩这么多年交情，我能不管你吗？你觉得我不后悔啊？啊，我是不想给你添乱。你觉着我现在还有脸在咱们厂上运输队啊？行，我也懒得给你兜圈子了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：还想不想回厂里？你还想让我回去给你开车啊？开车，你想得倒美。运输队你肯定回不去了，那我能上哪儿啊？嗯，别的地方你没想想？
们，食堂老王刚退休，有一个位子，想不想顶上？当然想。那你慢着，先别着急啊。我帮你一个忙，你也得帮我一个忙。说，什么事儿？你媳妇儿是不是在医院妇产科？对。那什么，那个，你能不能啊，让他帮我媳妇儿检查检查？我媳妇儿说了，想生个孩子，像春天那样。行啊，苏师傅，什么时候成前夫了？前夫？哎呀，海生工作的事儿解决了？啊，解决了，谢谢你啊。那春玉也从医院宿舍搬回家了？啊，那小两口嘛，床头打架，床尾和。那老两口呢？哦，那个春生，不是，海生说了，这事儿他得谢谢你。我不要他们谢我，我要你谢我。我怎么谢？我呀，也想照一组像凤霞那样的照片。咱也去小河边，你看我长得这么漂亮，身材这么好，我也要留住青春的尾巴。我也要青春万岁。好。哎，好。行吗？哎呀，很好，很好。哎呀，漂亮，漂亮，再来一个。我从这个角度，这个角度。哎，哎呀，哎呀，漂亮，好，好，笑笑，哎，摆一摆造型，摆一摆，摆一摆，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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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再快点，再咋摆呀？这个，你多摆几个造型，多摆几个，哎，跳一跳，跳一跳，跳一跳，一，来，一二三 ，OK。拍着，咱们就不做饭了啊！我就带春天出去吃两口，好吧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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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吴海生，你又给我送孩子来，没看见我下班了？什么叫给你送孩子来了？我今天是跟孩子在这亲自等你下班来着。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平时接我姐，今儿怎么想来接我了？啊，我就不能来接你了。我告诉你吧，姐夫今天请你下馆子。哟，这顿饭我可一定得吃啊！走吧。走吗？来，你给请。哎，哪有位儿啊？来，这儿，就这儿吧。坐，小姨子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这吹着什么风啊？居然想到请我吃饭。就一会儿再叫你们啊。这不给咱爸和刘
地儿。等什么地儿啊？刘主任找咱爸拍照片去了，穿得花红柳绿。哎，怪不得这一下午见不着他人。哎呦，你说这刘翠兰真够豁得出去的啊！那可真是豁得出去的。哎，咱也别非议人家刘主任，说实在的，人家还是帮我们。是哈，这人其实不坏啊，就是矫情，自视过高，什么都要跟人比。哎呀，比就比吧，关键是最委屈的是咱爸。哎，我就能想着咱爸硬着头皮给他拍照的样子。不用想，我都看着，还在那摆造型呢，后背都是。你还好意思说呢？这不都为了你吗？咱爸跟刘主任还能往前迈？没可能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刘翠兰缺乏魅力。魅力？什么魅力啊？还说了你不懂。你干什么呀？看那么久，你想饿死我呀？哎呀，你点啊，点菜点菜。春天，你要吃哪个呀？啊？这刘主任瘾可真大啊，这拍了有六七个小时吧，哼，他也不嫌累哦。哎呀，女人嘛，爱美，嘿，上来那股劲头子，不吃不喝不睡都行。嗯，他是爱美了，心疼死我了，胳膊都疼了吧？哎，你也是啊，装什么小伙子呀，那么长时间。哎。家里怎么这么清静啊？春天呢？海生呢？海生不在家，估计啊是带着春天出去玩了。哎，燕儿下班没回来啊？哎呀，我海生啊，我海生，这么多年，你这姐夫还是第一次请我吃饭。哎呀，苏春燕，你这个小没良心的啊！姐夫每天十顿九顿的给你做着饭，你就都忘了。哎，这菜，他这个菜做的有我做的好吃吗？啊，也对。嗯，乖乖乖。也对。哎，姐夫是真心诚意的谢你的啊。啊？好动。你不想敬你姐夫？姐夫自己来，别喝了啊！媳妇，姐夫没有你跟我跑前跑后的出主意，姐夫工作都没了。就是。现在啊，姐夫到食堂去了，以后。以后你想吃什么，你尽管跟姐夫说，姐夫一律满足你，怎么样？胡爱生，你别说你这人平时不着调啊，但你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。什么优点？大点声说。大气。嗯，还有呢？脾气好。你我爱听。你说就我姐那德行，哪个男人受得了？就你胡爱生。你就是我秦霄一子啊！来，倒上，满上。姐夫敬你。干了。我的中国心。哎呀，姑奶，以后啊，你就是我亲妹子。比亲妹子还要亲，我跟你说。什么妹子？叫姐，燕儿姐。姐，必须是姐。姐，姐，从今往后需要兄弟不疼疼我，再都不死。我张宇，是张宇吗？哎，哎，小兔乖乖，把门开开，开门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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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呀，高兴啊，今儿喝的高兴。哎呀，不用看，没喝多。你这还没喝多呀？你自己看看那德行。说吴海生，你自己喝酒就算了，你带燕儿干嘛呀？他又不会喝酒。我们这叫一醉解恩仇，你知道什么？春天呢？那屋里睡觉呢？不对呀，我下午给刘主任照相，你不是抱春天走了吗？春天呢？人呢？找去！来，快，我去上，快走。燕儿，来，醒醒吧，喝点水。拿好了。怎么喝？什么怎么喝啊？喝半个还是干了？还没醒呢，还在酒当中呢，干了。哎呦喂，还在想着喝酒呢。哎呦，这喝了多少啊？不会喝干嘛和吴海生喝酒？真是，把孩子都给喝丢了，想什么呢你？什么孩子？春天呢？春天在，在饭馆里，你才想起来啊？爸跟姐夫都去饭馆找了。哎呦，酒醒了吗？你坐下，爸一会儿回来啊。不行，我得去找春天，不然我怎么跟美凤姐交代？哎呦，哎姐，你在家待着，你在家待着，慢一点。看到了，那桌有个孩子这么大的，没有小孩啊，真没看着。没有。你来，你来。我们今天在那儿喝酒的时候，你以为看到我放那儿一个孩子？没有啊，真没看到，是个女孩，女孩。你看一下，换一下我们老板好吗？老板，今天我在你这儿吃饭喝酒的时候，就在那桌，我丢了一个孩子这么大的，就在那儿，你有没有看见？孩子丢了，多大的孩子？就这么大那个孩子，我就放在那桌，我们在那吃饭来着，就丢了。我没看见。你再好好想想，真没看见，假没看见。你这话说的，哎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我就听说过喝酒喝多了丢钱包的，我确实没看见过有丢孩子的。不是，你确定是在那儿吗？我确定，确定就是在那桌啊。爸，怎么样？小春，你找着没？还没找着呢。都怪你，吴海生。就让你要吃饭的，怎么就怪我了呢？那是我们俩一起在这喝，你这就为……就是你要喝酒的，你不喝酒，小春天能丢啊？不是，那也不能怪我一个。别吵吵了，别吵吵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孩子找到啊！你这样，你去派出所赶紧报案去。走走走，前面有个长途站，咱们去看看去。哎，我能看你干嘛呀？你是我家孩子，人家的孩子，干啥？去啊！去去去！师傅，师傅，哎，师傅干嘛呀？哎呀，我问你个事儿，怎么样？我能不能进去看看？你这车上，我们的孩子给丢了，我能不能看车上有没有孩子啊？哎，这都几点了？我车都发出去了，就两辆破车在那儿修呢。不是不是，师傅，你有没有看见有个人？抱一个小孩，小孩就这么大，对对对，小女孩。哎呦，大哥，我这是车站，成天来来回回的小孩多了，我哪知道哪个小孩是你家的？这不我们孩子真丢了，你帮我们想想办法啊！是是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到火车站找去，那儿人多。走吧走吧。孩子丢了？嗯。多大的孩子？5个月大了。什么时候丢的？傍晚。傍晚是几点？
6、7点钟吧，就那长途汽车站旁边有个饭馆，他们就喝了点酒，把孩子给落那儿了。是那个长途汽车站东侧还是西侧？啊，东侧西侧。东侧。东侧。丢失地点找了吗？找了，没找着。我就问你什么时候可以去找。这样，你们留个联系方式给我，案子我已经记下了，有消息我会通知你。不是，警察同志，我们家孩子还小了，经不起这么折腾啊，能不能麻烦你派点警察去帮我们找一找，行不行啊？你为什么去不了？像你们这种情况，一般24小时才能立案，要找也得等明天领导来了，确定个查找方案再找。明天，明天人贩子都出省了。傍晚丢的孩子，你们现在来报案，早干嘛呢？你放屁！你好好说话。干嘛呢？我不要跟你说话。你找你们领导来。行了，春燕，能别闹吗？警察同志，对不起啊，我们太着急了，他又喝了点酒，千万别介意，行不行？喝多了就回家睡觉，别在这撒酒疯。你当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吗？派出所你们家开的？你知道你现在什么行为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明天就来找你。我姓于，干沟鱼。干沟鱼是吧？你给我等着，我们这找你们领导去。来啊来啊来啊！领导在与不在，我该怎么办怎么办？姐，别说话，出来说。站好了，干嘛？你嫌家里事儿还不够多是吗？在这儿闹啊，疯了你！人都丢了，他不找人还给我打官腔，你看他那嘴脸，是个警察的样吗？行了啊，人家说的也不是没道理，的确是太晚了，咱明天再来。走，我找他去。干什么？我说你。爸，你上那边找找，我在这边看看。好。买点什么？不买，不买。好，那您随便看看。好。干嘛呀你？怎么，意见本是摆设啊！啊，我人民群众想要表达意见不行啊！写，随便写。我怕什么呀？啊，你随便写。哎，我希望你能实事求是啊！放心吧，我一定实事求是。苏春燕，说说情况吧。他对我老婆耍流氓，揍他算轻的。我怎么就耍流氓了呀？我是看孩子，你老婆看我都没看他一眼，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。没看见这孩子喂奶吗？行了行了行了，你也是，动不动就挥拳的啊！刚才幸亏让别人给拦住了。你要把人给打了，这得多大事啊！啊，还有你，有你这样的吗？啊，往人妇女怀里看，你说你大老爷们，你这样合适吗？幸亏没多大点事儿，还得赶火车呢吧？赶紧走吧。那个警察同志，我能不能说两句啊？你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是这样，今儿啊。我们家丢孩子了，
你们家孩子丢火车站了？哦，不是，我是担心人贩子把孩子弄到火车站给贩卖出去，你们能不能帮我们找找？帮是可以帮，这是我的职责，但主要是这孩子是谁的呀？你的？不是啊。那你的？那个我女儿朋友的。女儿朋友的孩子？他自己孩子丢，他怎么自己不找啊？哎呀，他上贵州找孩子他爹去了。不是又找孩子爹又找孩子的，这么乱呀？一点儿也不乱呀。哎，孩子他爹找不着了，然后孩子他妈就去贵州找孩子他爹去了，然后就把孩子留在我们家，最后这孩子就丢了，你明白了吗？啊，我明白了，你们的意思是孩子不是你们的，放在你们这儿，然后结果孩子丢了，你们帮着找孩子，对吧？那现在是怎么证明人家把孩子放在你们这儿的呢？现在社会这么复杂，流动人口这么多，你们空口无凭的。证据呢？啊，警察同志，我这儿呢有孩子妈妈的一封信，可以吗？行啊，赶紧去拿。哦，对了，连你们的身份证明一起拿过来。你去拿，你留下。哎，好。坐着等会儿吧。总是跟着那春天跑，我与春天追寻着你的味道，追到天涯海角也不知疲劳，美丽的距离却变成了煎熬，我的快乐变得越来越少，我与快乐分享离别的味道，思念如飞雪飘满了鬓角，期待那重逢给我惊喜和欢笑，看太阳升起，日子在长高，邀月亮煮酒，岁月也妖娆，每天我都在练习你的微笑，煎熬的背后是否隐藏美好，看太阳想你快快来到，想你